祝福心灵讲座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心灵讲座十周年，祝心灵讲座呢十全十美。每一场心灵讲座都是主讲者他的生命的精华，那我们当然邀请的讲师希望都是人文为出发点，进而一步希望分为每个听众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发挥他们的良能，然后为人群付出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欢喜。